也不知道是不是。万变不离其宗。哎呦，我居然没有人中我的地雷。去医院看看，去医院了，医生问我你家有没有得胃癌的，我说没有，他说那你就不用杀。把握时机，王中何为？哎呦我操！啊，哎，点你个地雷！再撇你个地雷！哎呀，太吓人了！德莱文配锤石，死亡不是解脱。干嘛呀？这锤石！双杀漂亮。先来个皮孩吧，我应该跑的。哎呀，看我跑，其实我死不了。你奶奶就是胃癌走的，他问我有没有家里有没有得胃癌的，他说那你就不用杀。然后他又跟我说了，他说你杀不杀都行，你要想杀我就给你开药。你整个锤石像个犊子似的。哎，我这可恶，炸死了，没事儿。哎，这都没炸死啊！哎呀，真可恶啊！时间正在流逝，抓到了。要我说，你别走，你走吧呀！我说。这辅助老头虚区有点低呀、啊，我一看呢。德莱文咋那么装备呢？你两管，你就一管行？你跟我 A 啥呀？你这，你配跟我 A 吗？必须。快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被人堵了，快来救我！啊！呜！哇！没队友吗？这谁家的卡牌呀？卡牌为什么死了？简直了呀！嗯，出个啥呢？来个帝国指令啊！出什么帝国指令？我一世的章节，
你给我打的，要不你先走吧。啊，你不走的话那只能我杀他了。格莱文好凶啊，虽然我不知道他凶什么东西啊，但是就是非常凶。兄弟不行，有一种什么也不怕的感觉。蓝枪居然来了，哎呀，真难受啊！一换一，锤石也被下当了，裂了吧，裂了。我寻思啥呢？我寻思让他俩在塔下，不用在塔下把我杀了也行。那蓝枪跑过来那一瞬间我就放弃了，我已经放弃了生命的希望。你说你俩在那装什么杯呢，也不知道那精神病是什么。那锤石搁那干哈呢？你要干啥呀你俩呀，这啥意思呢？这人都这没道理之凶，凶啥呀？不看你战绩我以为你40-0呢，我操，还有这蓝枪他咋的呀？我给你来点经验啊。还有这德莱文咋的呀？这你凶啥呀？俺们家有打野啊，俺们家这叫有打野，我这老头这叫有大招，你要干啥呀？怎么我让他砸死了？你把小兵都清了，然后把他打不溜死啊？你这个傻子，快走吧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啊！走了。时间正好流逝。给我干他！给你加速来！召
这老要一打俩，你说谁受得了啊？来上，上啊！这得上啊！这不上哪行啊？这是假象，你怕啥呀？哎呀，难说。给你来点瓶中时光，我传授你点经验。你再给我凶一个来。我打死他！他精神病似的，来，你给我凶凶凶我！操你猴子！你他妈给我回头！给到来，其实没炸死啊，炸死了呀！哎，快走吧，德莱文没斧子，不用回头，别回头，别回头就行，他追不上你，别回头了啊！来个美甲窃魂卷，哼，后撤步，那他也没办法呢，那咋整？他得用大杀我，那他就只能撞上了。这把嘛，最好是出个钉啊。你对面的这种样子的话，我们来个钉能好一点。加把劲，没事，脚印没技能，这咋又这么多人呢？我美甲窃魂卷招人恨了，漂亮兄弟们给我杀，全死了。先来个这个，这个，谁点的头降啊？叫不打架，上单上单点的头降，也不知道点头降干啥呢。哎呀！跟我
不勾了，赶紧把下塔拆了吧，其实早就应该拆掉了。我去中路支援一波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来了我来了啊，加速，打不了他，你打不了呢，阿德莱文，俺俩拆二塔吧，应该可以。来吧，把二塔拔了。减速，再减。嗯，又打，嗯，又打了，加速，平呗 ，Q 打不了 Q， 来，啊，继续啊，你跑啥全死了？那上路有一个，他们家全死了，来跑啥呀？数数不会数吗？继续呀、啊！我加速啊！俺俩一会儿全部跑快快，谁也来不了。哎，你先跑了，还是我再跑了？俺俩分头跑。你要能跑你就跑，你跑不了就拉倒。啊，那就是你的问题。加速我也给你加了，跑不了那咱就没办法了。必须把上路拆了，上路拆了吧。来点经验。Q 打不了 Q。哎呀，跳弹。投降了，嗯，这就是俺们辅助出来的 ADC。